这个球左外野方向，郭建宇被古堡的接杀，高飞牺牲打的距离是够的了，三垒跑者回来得分，将分数追平了。统一7-11分狮队现在和兄弟相对战成了3-3的平手。我这个高飞球就有价值。对，高志刚考上第二志愿了，高飞牺牲打第二志愿了，中山女高哦。